哦，我勃起了，主播现在多少订阅了？如果扣掉爸爸的不算，大概百出头吧，390300多吧，扣掉爸爸的不算300多，还差400400份订阅，哈哈哈，哦，下面有是不是？靠腰，那等于说爸爸一个人扛了400份，也就是说我订阅我的人只有100个人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呵。 代表说，假如没有爸爸的话，一个月只有几块，三千，三十乘以一百，我一个月在突袭只赚3000多块哦。啊哈，哈哈哈哈哈！钱拍坦，惊死人！晚上要玩 Apex 还是玩 瓦罗兰，还有什么？ 今天还有人推荐我什么？还有鹅杀，鹅杀要朋友，哎，我就没朋友。麦块，麦块也，麦块，麦块，我现在就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玩很久，玩一下子就要关掉了。玩呆鹅杀可以永远当呆头鹅吗？啊，先知道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吗？不然还有第四人称吗？第二人称、第三人称有啊？也没有，也不一定要射击游戏啊。其实我很喜欢打英雄联盟，可是我打得很烂，所以我都不太敢玩，嘿嘿嘿。 太烂了，阴森之子，干阴森之子好玩吗？我那天看冠伟他们玩，玩到后面大家都玩到没耐心玩呢，关起来。魂系游戏有兴趣吗？什么叫魂系游戏？大科寿司哦，你知道重点是什么吗？那个游戏焦兔在 Steam 上面评论超烂，<笑>他给他一个澳洲的赞啊，焦兔，我刚好有焦兔的好友，老人环之狼。可是干，我觉得那种游戏都很不合理。 老师，那个王都那么难打，而且我发现那个什么卧龙也很好小，干他那个完全要靠反才能打那个打那一只那个打口呆。我刚才看阿比在玩那个四玩版，你一直 A 他会被他揍死，你要用反的，那你干嘛给我普通攻击？你就来反剑就好。哎，赶紧打我头！ 卡卡卡卡，漏漏漏 ，nice。GTA 5有玩过吗 ？GTA 5它刚出的时候就玩了，它刚出我就买了。2077是不能播，弄弄弄弄弄，可以啊，我看有人把它玩完了、啊，可以直播绿宝石吗？可以啊，我如果被告，你帮我出钱。Payday 3，想当初我Payday 2也是玩得很疯的，好不好？ 恐怖游戏，那找一个妹妹来陪我玩呢，不然会怕。有陪玩啊？没有啊，没有陪玩，没有陪玩。嘿嘿嘿，等下找个妹妹来陪我，不然会怕，好可怕，被吓到。啊，你是有个 skin 来买的，干爹的物品箱免费拿。Flash have flash， I need flash。 Wait. One sight. One. 我想要九妹跟统神。兄弟们，今天是跟卧龙在三亚度假，他穿的阳光沙滩，他穿的沙滩裤。耶，小太太拍不到。One top. One top into one long. Bit bit. 那卡三下。对。 That's Hamid. Not lucky. Fuck this shit. 啊！哦、oh my god！ 干队友真的好烂哦，为什么这两个 A 弄的会死啊？两个人打一个打不死怎样啊？就给他过来就好了啊！娘喂，还要我回来帮他们呢？哦，哦，我勃起了，嘿嘿嘿，等一下他们再搞耍一次，我就直接弃坑。我。 妈的，我被吸啊！
Flash you. Platform. Sorry. Counter-terrorists win. 我直接穿，把把都我杀。啊，我就很猛。 我死啊！好烫！死人，这几个队友死了也不报位，你妈的当哑巴、欸！操，哑巴哥，他怎么就他一个人守？这个墙角对枪，他想急停，没急停好吧？ 这个 Cino 没有看他妈的每一把都要要枪，乞丐是不是啊？把把都要枪，只会死哦，杀点人啊！Long Flash Long Please Flashing 哦啊 Flash 为什么都没有闪啊？丢颗闪很难吗？干你娘！干他后面竟然还有一个。 靠腰，但没有办法，那个人转过来朝我点。操！哎，还是得靠我嘛！哎呦，何必这样嘴炮呢？你们又不会打。 你们不会打游戏，在靠我，何必这样打嘴炮嘞？哎，这讲那些都不必要的啦！哎呦，阿贤几岁？这个月26岁。他竟然杀得到人，我只能说，原来阿贤比我小。干嘛？我很操劳吗？是怎样？我看起来像30岁是不是？我86年次。 今年26没错吧？126年。如果我数学不是体育老师教的话，原来阿贤比我小，干也没有啦，也不用分辈分的啦，大家都好朋友，大家都好观众，好兄弟，对不对？互相互相互相啦！哎呦，你们都是大哥，哪一个我叫你们小弟的？比我大的我叫大哥，比我小的我也叫大哥嘛，没必要啦，不用分那么清楚啦。 又打我头，哎，我只觉得我可能太早去喝上班了，感觉可以再晚个2年了。我现在正值青春，就要去喝给人家，给人家那个，感觉可以再晚个2年，太早了。啊，老大哥来了，那个安东尼小弟，我今晚是否有望跟你打来一场瓦罗兰呢？可能你 CSGO 欠我20吧，那我好像还不完呢。回转喽，回转喽好像也可以啊，以前我就很会玩的。 我就一发一发的点，哦，赢了我就要霸，赢了我抽我亲笔签名照，完了，等下先去厕所拍一张，先去厕所拍一张。 突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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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隆我们隆，你有拍立得130张等我签私密照，如果你要的话，我是不介意给你私密照啦，安东尼，哎呦，有钱就可以的，你那些钱可以买两张啦，看你要是前面的私密照还是后面的私密照。